最幸福的日子。你说，看着大海，这人太渺小了，是不是？嗯。我一个人扛不住的时候，就来看看海，就会觉得多大的事情都不算什么了。你就是我的大海，有你我什么都不怕。可每个人都有独自面对困难的时候，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，我希望你比以前更坚强才是。不会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为了你，为了妈妈，还有肖丽这样的朋友，我必须要坚强。我现在明白了，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这些都是人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。没有这些，一切都没有意义。可人必须学会创造自己的生活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和困苦，都不能放弃希望。就像大海，波涛汹涌，波峰浪谷，这就是人生的常态。东哥说的真好，现在就算有人给我100个亿，我什么也不想错过了，尤其是你。我说，你是个好姑娘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。你会幸福的，一定会。去吧，还有那么多没捡回来，太可惜了。哎，我妈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都有点等不及了。要不我们一块儿去接她？哦，算了，又要花钱。我妈妈是不是老了呀？我是想见她，又怕见她。不过见到你就最高兴了。东哥，
小薇，你是对的，我什么也不管了，我订机票明天就去找你，你等我好吗？这儿的蚊子长牙，隔着衣服咬我，要不然咱们冲进去吧。不行，王大牙有同伙，现在就我们俩，抓到了王大牙，才能把他的同伙一网打尽。我已经通知当地的公安局，随时配合我们行动。你说我要是被蚊子咬死了，算烈士吗？喊什么呀？你喊！哎呦，我痒啊！我，你看我这包，这又大了，我肯定中毒了。你赶快送我去医院！哎呀，我这不是也陪着你吗？死不了！你那是受灵魂打击，不想活了，我还想活呢。潘军呢？潘军，杨队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嗯。哎，咱不行非礼的啊！等着我表扬你们呢。你们呢？发现王达的行踪，为什么不报告？潘军，你总是擅自行动，总想抢功。王大牙的家里有三条枪，八个人，要是有一点闪失的话，你们早就报销了。派出所不是把人都抓了吗？都是赵小勇老喊他那包我包我包，我都没顾上问。哎，他们怎么把电话打您这儿，怎么没跟我说呢？你们的手机打不通啊？我们俩手机进水了。哎呦，你都没看见那地方蚊子多的呀？哎，看你们臭烘烘的样子，还不赶紧去冲一冲！董哥，董哥，美霜，这手镯是你妈妈留给你的，她说这是唯一留给你的东西。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出这一切，因为这些对你太过于残酷了，可是这是真相。你要坚强，
时候肖丽来了，她是你的朋友，帮我们一起照顾你妈妈，我才坚持了下来。可是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我们相爱了，结婚了，谁也没想到，可就这么发生了。我不想请求你的原谅，因为谁都无法抗拒命运的安排。你不要恨小林，也不要恨我，更不要恨生活和自己。我答应过你妈妈，说接你出来，小林也支持我，我只能做到这儿了。梅霜，你要好好的生活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。我和小李马上去美国了，我已经考取了博士，以后有任何难处可以找我们，我们会是你一生的朋友。另外，这存折里我留了10万块钱，你用来创造新的生活吧，相信你能找到比我好的另一半。见着你了，你老公呢？你老公真好啊，我们都夸他，亲儿子也做不到他那么好啊。他不是我老公。男朋友也一样啊，不过他一直管你母亲叫妈。他叫我妈什么？妈呀。你妈以前就住那间房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老太太走的时候很平静，临走以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你妈以前就住这间房，靠阳台的那张床，你进去看看吧。辛苦了，来坐吧。真中毒了！刚才人医生说了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会有生命危险。哼，那是你。哎，那你刚才脸绿什么呀？记着啊，我可救了你一命。你多伟大啊！我请你吃牛肉面，给你搁2份牛肉。我要牛腩。哎哎哎哎哎！眼睛怎么直了？不是，有点眼熟。就是那个，从牢里头放出来那个女犯人。犯人管你什么事儿？走。对了，杨队说了啊，放我们俩一天假。想得美，不放。那你去啊，我可回家了。这王大牙是咱俩抓的，那好不容易找这大牙了，
那牙能让别人给拔了吗？已经安排了大刘和老张去了啊。不行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杨队说了，合作，合作。我看见了，他是故意的。故意什么呀？故意压制我呀。有一天怕我取而代之。是，不光杨队怕，我们大家都怕。怕也没有，等着吧。五年，五年我替了杨队，六年替了局长，七年你就进了公安厅了。嗯，店长，你开车啊。就这些东西啊？对啊，照片还有其他行李已经托运到机场了。姑娘，你打不通，我先打吧。姑娘，我先打吧。姑娘。我受不了。谢谢你啊，多亏你帮忙。好，就这个。公共设施怎么能随意破坏？再有下次啊，要拘留的。哎，这个怎么回事？哼，你说就这一漂漂亮亮小女孩，她愣用石头把个电话亭给砸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把他抬起来。果然是你啊，刚从牢里头放出来两天，难受是吧？放你放错了，枪毙我。嘿，敢跟警察叫板，行啊，枪毙你是便宜你了。带进去吧，老实点啊。走。Thank you.
哎，你让我给你办的事儿，我给你办完了啊。哎，你兔崽子不是已经睡觉了吗？刚想起来，我那药你是不是一起给我拿走了？那你自己来拿一趟不就得了吗？你还醒醒呢，太迟钝了吧。行，你等着啊。姑娘，喝杯水吧。姑娘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说出来，我们才能帮你啊。哎，不，你这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那他无论发生什么，你也不应该用他砸电话亭啊。不，这该罚是要罚的啊。还有这姑娘，你有什么困难你说出来，能帮的我们会帮的。喂，啊，是我，什么事？怎么是我训哭的呢？那是他的伎俩。我不管什么。你看他那样，你觉得他像寻短见的吗？别逗了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姑娘可不一般，真的，坐了几年监狱刚放出来，坚强着呢，知道吗？为了她男朋友贪污了100万，100万啊！她男朋友早跟别人结婚了。嗯，所以你们不能被她的眼泪所蒙蔽了，啊。绝对不能手软。那我们走了。好，改天请你吃水煮鱼。别，他要没死的话，让他请。呵，别瞎说。好了，再见。哎，走吧。判您自杀，让我送您回家。我这还休息着呢，我。哎，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烦他吗？我瞧他不地道。你有什么资格说他？你看，你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瞧你那没魂那样，你才知道人家早就好上了，是吧？你干什么你？你让我下车。下车？知道袭警是什么罪吗？把你重新送回那高墙里头去。我不想活了，你让我下车。你给我老实点。那对狗男女呢？我不知道，我找不到他们。有他们电话吗？谁都不接我的电话，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他们要一起去美国，为什么这样对我？这男的叫梁敬东，女的叫什么呀？小李。喂，我是刑警队潘军，帮我查两个人。男的叫梁敬东，女的叫肖丽。对，要是发现了，帮我扣下。好。和和美美，只剩我孤单一人。哎，
哎，说，你说。你去哪儿啊？我都开车陪你转悠一天了。停车吧。那不行，那得把你送到家呀。我没家吧？那你住哪儿啊？我们的新房子卖了，为了给我妈治病，梁靖东把钱都花光了。那你得找个熟人啊，朋友的什么的，反正你得叫个人来，我得把你交到人手里，我才能走呢。我坐了四年的牢，哪还有什么朋友啊？那单位同事呢？哎，我饿了，我想吃麦当劳。帮个忙，走什么？警察啊，你看一下，看见那姑娘了吗？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站住！我给我抓住！啊，好，快，好。喂，我刑警队潘军，西山街3号人桥下，把所有的车给我封了，通知消防救援，有人要跳天桥，快！为什么这么难？魏爽。你看，我给你买了麦当劳，有薯条，还有汉堡。美叔，你下来。你要不下来的话，我可吃光了。美叔，美叔，哎，小伙子，快，给我抓住他。美叔，拉车。哎。哟啊，你的腰怎么来了？哟，人民英雄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杨队给你报功呢。哟，这脸怎么了？被猫挠了。你让机场扣人了？没有，撤销了。停职反省。你不能吧？哎，起来你！别丢刑警队的脸！你听我解释。是，你是要解释，但不是对我。回家等着吧。哎，那夏美霜怎么样了？夏美霜是谁啊？哎，就那个从天桥上跳下去想要自杀那姑娘。
慢点。睡着了？那你还没醒呢。嗯，砸了我，太晕了，太不讲理了。你说我一不在你就出事儿，这孩子，我又不是你家长。哎，认清形势啊！现在十个你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对手。哎，肃静！你们是他朋友吧？谁来交一下住院费？啊？啊，我们不认识他。不认识？啊，不认识你们买东西来看他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啊。这个人呢，他是他的救命恩人。你跟我来吧，既然救了人家的命，就救到底吧。你去，不过等天。这肯定不够，这样。你快点，快去。这也太倒霉了。幸福去了，您这儿牺牲了，人家都懒得多看你一眼。人呀，要爱憎分明。目前你的任务，就是要想想怎么好好的报答帮里人。谁？嘿，合着半天我这白忙活了。要是没我呀，你早见阎王爷去了。你看看啊，挠我，让我犯错误，砸了我的腰，还让我破费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一个月工资没多少钱。对，你是被人害了，但是咱不能再害别人了，是不是？特别是不能害这种帮过你的人啊，你不能黏着人家老害人家，明白吗？你看看，刚才我刚帮你交完住院费。全部财产啊！天女散花是三里马路。差不多得了啊！
劝他好好活下去，别麻烦人。不是，你别招他了啊！别招他了，刚救过来的，再给你劝死了，看你怎么办了。我能怎么办？我还能怎么办？我为了他，我都被杨队停职了，我都。哎，行了，你们离开吧。他现在情绪不稳定，请吧。给我闭嘴！我情绪还不稳定呢。你给我坐起来。给我坐起来。我出生入死三年了，我第一次被停职，为了你，为了你，你懂吗？我女朋友跟我谈了三年了，黄了，我都没为她受过伤，你算老几啊？你算老几啊？你凭什么把我脸给挠花了呀？啊，你还哭？行。你想死你吱一声啊！你想要什么你说，刀子、剪子、叉子、安眠药我供。啊，对了，你最好啊把遗书给我写下来啊！我现在去你们家取你的存折给你的钱，你要有点良心，你就给我写俩字下来啊，把东西都给我。赵小勇，走了。我不想跟你说话。哎，慢慢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还真有钱哎。你数数。新人笑，旧人哭啊！真香。别说，你们俩还真是一对。你那花药不摔啊，现在还开着业呢。哎，你啧什么呀？我这是劝你呢。可惜你这人不会自杀呀。哎，你说这林红把我给蹬了，跟那地中海好了。我还真有种这个生不如死的感觉。我怎么没看出来呢？你说这天下吧，最毒不过妇人心，可这一比，这陈世美更毒。人家陈世美可留了一笔巨款啊，现金9500，存折上还有10万。你那林妹妹呢？也是，她呀。给我留了一身伤。我说，你别污蔑人家林红啊！你那伤是向美霜留的。我说的是心理上的伤。你这个是小腿粉碎性骨折，要手术治疗。我要瘸了。就要看手术是不是顺利了，有可能要瘸，还要看你配合的程度。只要你配合，会好的。嗯。